方旅客从右侧窗外开出去，而往右前方或者右后方。前方缓缓上坡的铁路是前往水山巨木的水山支线，全长 1.6 公里，是游乐区唯一开放可供游客行走的铁路路线。再来第二个弯道，一样从右侧窗外弯，同时右侧窗外是岛屿公园天空步道。右侧窗外可以看到海拔2663公尺的塔山，塔山岩层节理分明，有如一层一层的台山，因此命名为塔山。塔山是台湾小百岳其中的一座，也是阿里山山脉的主脉所在。塔山的最高峰在云雾里面所以看不到。如果从早坪车站走塔山步道到塔山的最高点大约2小时。塔山半山腰有一条零隧道宽方的铁路，白色的一孔一孔的那一条。受到9.1地震的88空灾的影响造成宽方，但是我们这一条闽越线的一部分。现在网路很夯的闽越线，就是对面东方那一段往南投西亚洞走路线的方向。进入的话要到旅游局的网站申请已经列为一夜栏保留区。现在左侧窗外山坡这一边的树种大部分是柳杉，柳杉的树形长得又高又直。早期台湾社会常见木造电线杆大部分取用于柳杉居多。右侧窗外稍微右前方有一条过双拱形铁桥下坡的铁路是下山往神木奋起嘉义方向的本线跟我们这一条闽越线一上一下进出阿里山车站，从铁路路线形状就看得出来，阿里山车站这里是之字形路线的折返点。之字形路线阿里山林业铁路有四个，由下而上，第一分道、第二分道神木车站、阿里山车站。神木车站旧称第三分道，阿里山车站旧称第四分道。现在早坪车站才是以前的阿里山车站。阿里山站快到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pproaching Alisha Station. 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まもなく、アリさん、アリさんです。右侧下车，下车旅客请等列车进站停稳后，由列车行进方向右侧车门依序下车。下车时请留意车门的高度、车厢与月台间隙，并请